时常听说有人议论某某道场、某某居士不如法，而这些居士道场往往是老法师与讲席当中赞叹殊胜的道场，菩萨大德，请问如何选择如法的道场？选择如法道场不是在外面选，在外面选的是一个也选不到，在哪里选？在自己清净心里面选。那就是到处都是如法道场，没有一个道场不如法，所以你想想看，有人议论，你有没有参加议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道场，说个老实话，也不是十全十美的道场，为什么？他的信众很多啊，很多就很杂了，所以龙蛇混杂了，里面有很多人做不如法的事情啊，就是出家人比丘里面，这是那真的是释迦牟尼佛弟子，你看经上讲的六群比丘。这一些都是不听话的比丘，听了释迦牟尼佛这个经教，故意违背，故意不遵守，到处为非作歹，带头的就是提婆达多，这个我们学佛很多同学都知道啊，他带头啊，而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他们同一个祖父，那些人呢也是菩萨，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接受教育，我教导我们的人两种人呢，两种都是老师啊。孔子讲的三人行必有五师，三个人的是一个善人，一个恶人，一个是自己，这叫三人行。善人是我的老师，他好的地方我们跟他学，不善的人也是我们的老师，他故意做出那个不善让我反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不善的行为，我有就赶快改，没有就勉励，不要像犯他那样的过失，他也是老师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善人，你看天下人都是善人，你要看这个不善那个不善，回头想想是自己不善，不是他们不善，要懂这个道理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华严经最近这几天刚刚讲过去才没有几天呢，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顺为戒顺，就这么个道理嘛，顺就是善嘛，为就是不善嘛，这就是善不善戒善，没有一样不善，完全看自己，所以佛在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就是境界你能不能转得过来，你能转得过来的，你叫慧修行，叫善修啊，善修啊。你转不过来的，你就被淘汰掉了。所有一切境缘都是我们的修学正上缘。所以佛在经上讲我们在此地修行一天呢，
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呢、啊？就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不如在这修一天。你说这个环境好不好？那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是平平稳稳的，所以他虽然不退呀，他进得很慢。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大进大退，起伏很高。要进的话的时候，它超过极乐世界太多太多了，超不过了，那就大大的跌下去了，就跌到阿鼻地狱去了。所以这是大起大落。有它的好处在呀。你能够不怕的话，在这个地方修行，真的比极乐世界殊胜啊。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那么这个世界固然有大起，但是大落的太多了。落到三途，落到地狱，还是修行。三途修什么？修忏悔呀。你要把你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一修正就离开了。那么佛给我们举例子，当然那个业因非常复杂了，佛举的例子很简单，让我们好记。地狱是嗔恚，你在地狱里受苦，然后知道说这是我嗔恚心变现的地狱，那我从此以后不再发脾气了，不再嗔恚了，地狱就没有了，你就离开地狱了。魔鬼道是贪心兼贪，你在那受那种痛苦，想想我从此以后不再有贪心了。只要把贪心放下了，魔鬼道就没有了，就离开魔鬼。畜生道是愚痴。你说那个地方是不是好地方？如果没有这些地方，你的贪嗔痴到哪里去断？恶道是帮助你断烦恼的，善道是帮助你提升善根的。那么我们到六道里头就知道了，六道通通在学习学习在佛法里面讲就是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那然后你就晓得佛在经上讲的，我们怎么样得人生的是秉过去生中所修的无界十善那你就知道了，到人道来要学什么，就修无界十善。无界十善修圆满了，你就上升升级了，像念书一样嘛。我这个年纪我念得很好嘛，下个学期就升级了嘛，就这么个道理。如果这一生当中无界十善修得不好修得不好怎么留级？留级是你来生还到人道来，还要学，就这么回事情。如果学得很差，造作很多罪业，造错了，那你就到三途。三途上去修忏悔，要明白这个道理升到天了，欲界天欲界天里面修什么？要把欲断掉，要修上品十善，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慢慢天有28层，再一层一层地往上提升。现在连西方很多的学者都懂得了，都知道这个人到这个世间来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呢？来学习的是来学习的他说
到这个世界呢，是两种人，一种是来学习，一种是来工作的。这个说法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啊，佛法一种人是佛菩萨应化到了度众生的，那他是来工作的。啊，另外一种人呢，那真的是来修行，来修行，提升自己，那这个就是来学习的。啊，所以学习没有止境的。啊，生生世世永远都在学习。哪一道里面都是在学习。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啊不能不懂。啊，所以你要是会，哎，时时刻刻在在处处啊都是转自己的境界，帮助自己向上提升。那么我们对听了别人的话就会怀疑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造谣生事的很多啊，啊也有很多人听了之后啊退心了，不再学佛了。何况现前这个世界啊，好事难呢，比什么都难，好人难做啊，所以我们明了啊，真正的善与不善在自己，与外面人不相干，与外面境界也不相干啊，只要自己能够如如不动，遵守着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啊，自己肯定有成就了。